1斤3.5毛，你这个是268斤，要不要比？要，你在种菜，要。这个小鸡有点吃啊。这五块两斤的鸡。不了。对。还蛮干净的。对。炒锅，不先炒锅，炒完之后炸得更干净，更香。爷爷55.8。菜籽炒了的就是香，满屋子都是这个味道。啊，这个很香的。
我跟你说，酱料。哎，小雷哥，小雷哥下厨呢。我发现了。阿姨，这个做的，这个做太多了。这个做的，别做了。我来切吧。要，我亲手自切。确实挺惊喜的。你跟你妈妈，我也好，我也好。你好，菲菲妈妈，有时间上我们家来玩。好。阿丽回来给你有一个穿那抖音走音的，我也还能打包，快点收礼物。哎，你好，欢迎你到我们家来玩。阿丽不给你，我的他的秘书啊。回来了。小西西，你可是老五的老公。妈妈，我不会说话，有点紧张，确实有点紧张。他去滚开，他老公吧，老公跑去滚开水里。哎，这
之前两个妈妈见过没有？见上过，视频过。视频过。对。让你妈妈上我们家玩，叫小刘去接一下。太远了吧？